汤臣一品这个小店啊，然后是在这个新开张的这个新大楼啊，新大楼这个就是菊气啊小龙坎这个新大楼啊，这个旁边对面叫里烤我烤，还有在这个敦诚海鲜酒楼旁边叫汤臣一品小店啊，非常有特色，12931717 13316 39 M6饭堂外卖，这一面小店装修的很好，从开业时间而且还适合这个咱们搞夜场的，下午4点到早晨5点是吧？下午3点到，哎，这适合我们夜场，还有我们这个喜欢年轻人的这个生活，这个非常适合大家，有很多靓汤啊。你看园中炖汤啊，玉米排骨汤，这实际上素质就是价钱是吧？对，哇，这也很便宜，你看6块8块。没有，它上面的价钱有的是改了，有所变动，好，嗯，但大概是不是很贵的？我觉得最贵的也就是18块，最贵的也就十八块，我觉得这非常好。啊，园中炖汤这个是吧？羊肚菌走地鸡。还有这个桂圆红枣女神汤啊，还有桃胶炖雪梨啊，哇，这美容的汤啊，等我来照一下，先别吃。对啊。红菇炖走地鸡，我这些甲鱼炖走地鸡，哇，这大补的汤，今天我就来个甲鱼炖走地鸡啊，铁皮石斛炖乳鸽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菜啊，啤酒鸭、五香牛肉拌粉，另外还有一些小食主食，还有套餐，我看，五香拌，五香猪耳朵拌粉，五香牛肉拌粉，红烧肉，荷叶蒸咸饭，啤酒鸭，红烧猪脚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啤酒鸭，然后自己点了一份啊，啤酒鸭，啤酒鸭，我看一看啊，啤酒鸭，哇，亮汤啊，哪个是？这个是甲鱼炖走地鸡是吧？哇，汤看起来挺很香是吧？很香，小店而且装修的比较清静淡雅啊。晚上是4点钟开门，一直到早晨。大家看，叫汤臣一品，网上评价很不错啊。甲鱼炖土鸡，我就是这个甲鱼炖土鸡是吧？这个第一个是吧？对。好，跟大家宣传，那滋阴补肾。汤臣一品啊，这家店评价特别好，我们就慕名而来了。我点了个滋阴补肾、补中益气，这个叫甲鱼炖土鸡汤，平肝强身啊。这家店呢是无味精啊，所以周四休息，而且这开业时间是4点钟，下午4点 PM 到凌晨的5点钟啊，特别棒啊。这家的这个咱们点的这个是甲鱼炖甲鱼，滋阴补肾、补中益气、平肝潜阳、强健身体啊，就这个汤。你包场了？没事，包场。然后这个是益菌汤，然后这个汤是叫这叫什么汤？安娜？叫什么汤？那个？这个是羊肚菌。啊，羊肚菌走地鸡汤啊，这个羊肚菌走地鸡汤，好不好？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 ，OK。好嘞，咱们希望大家都过来，试一试啊。我觉得很不错。首先它无味精，而且是晚上4点钟到凌晨5点，很适合咱们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是年轻人，很适合咱们年轻人来享用的啊。谢谢。不能这么说，夜猫子，和我们年轻人的时间4点钟到凌晨。这么多汤啊，靓汤，真的是个好去处啊！园中金炖啊，13316 39 Avenue Fresh 纽约11354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啊，那地址，好不好？我也是找了很长时间靓汤馆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所看到装修也不错，而且也开的比较晚啊，是咱们这个年轻人啊应该喜欢的好去处啊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小吃、点心，还有一些凉菜啊。凉菜，地方装修也很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
有家是来取的。生意兴隆，好，我们希望他生意兴隆啊。这个汤臣一品，这个小店啊，咱们也是为华人服务啊，为他们，希望他们生意好啊，生意好，整个法拉盛就会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ISTAR TV 第一直播的主播纽约 Jack， 在这里为大家报道的，谢谢。